艾泽，格龙，别太偏执。不算什么偏执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陛下这么不喜欢我在控制室里出现，但是我想见到你。你这是乱来，闭嘴。说这就为什么我说你是自大。今天太过瘾了。白泽，格龙，别太偏执。不算什么偏执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陛下这么不喜欢我在控制室里出现，但是我想见到你。